我就是好奇，你之前关系那么好，还有对你很好什么的，然后突然就不玩了。你可真容易啊。不是，我不想，哎，我反正就不跟他玩了，你别问了，好吧？咱俩不是好姐妹吗？我们两个人不是说了吗？以后有什么事情，发生任何事情都要跟我说的。就是我来的。怎么你跟他不玩了？怎么都不告诉我？反正是不想跟他玩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反正我不跟他玩了。哎，他欺负你跟我说啊，我帮你啊，帮你说他。不用，我在他那里存单我都不想要了。啊，你闹矛盾啦？哎呦，哎呦，还可以嘛，这个拿了个一个人头呢。这么快吗？你们两个人抓抓紧啊。嗯，没问题，姐，我这边刚杀完一波野怪。才刚开始。我玩这种刺客真的十拿八掐的，完全没有压力的。前期抓抓紧。杀下野怪的。我们的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你们要多拿人头，我要看到你们就是比较厉害，我看到你们的实力，我才能顶你们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我刺客玩家拿人头是专业的。行。我时刻盯着你的，对，你多看我就行了。我艾克前期是刷的会比较慢一点，这是没办法的英雄特性，但是我杀的快没关系，让他们小杀两个也没关系。杀的快还吹上牛了，看一下出个啥，一个人头都没拿就杀的快了。别急啊，哥们。对啊，一个人头都还没拿到呢。话说再多也没意义，我们做了什么才是关键。别急，真别急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起了怪了，起了怪了。可以啊。可以，刚好这一波让我看到，刚好死掉。姐都看我没关系的，游戏其实已经结束了。啊，结束了。两个，哎，这小马是给他还结束上了。这哥们儿就打不过呀，听着声音挺熟的呀。怎么搞小心思？这凭实力拿的。我只能说凭运气捡的人头，只会凭实力送回去。现在是1-1了。这个流浪挺好杀的，但是老板说让我拿个第三，不杀十个不回家。那我们保留一下实力呗。你还不杀十个不回家了？你就吹牛吧。好好对你线吧，哥们儿。别兑现一个万豪都能汗流浃背，好吧？插个眼话，专心玩你的。我压的万豪一级。哦，不是我去你，只在塔下补刀。不是我帮你把中把上野给抓了，你这还压别人呢？你能把刀补好吗，哥们？几个刀了？不是你来，你不来我都单杀他。你想过来 K 头，有点好笑。嗯嗯 ，OK。OK， 去下路干可以不？有没有说法？我看一下，你们两个人就是，你们两个人的水平都差不多啊，都看不出来。我一个打野前期要等节奏的，拿下，800。OK， 闪现。我看到了你的节奏，不过并不影响我们，反正不需要拿人头。中单夜魔是吧？还想 K 头？李姐妹，你这个推完一般吧？毙了，我也拿下。哥们，姐姐，哦，哥们，反正对吧？你已经是选定的了，对吧？就别给我抢人头了，好吧？拿呗，你看我说啥了？我也没说啥呀。可以，好兄弟。没事儿，姐妹，这不表演下吗？你看你关注你自家的那个，你两个选一个是吧？你挑一挑呗。反正我反正是选不是我说了，哭哭抢。不是我说，姐妹，好不容易到位 IC 了，你这个眼光怎么越来越差了？我感觉你就眼光真的就是现在不如以前了。你看你以前。
我不知道你跟那个聪聪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你看啊，你这个他帮了你多少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啊，至少比这个陪玩厉害啊。哎呦，我不想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烦人了都。觉得我菜那就对了。你怎么了吗？觉得我菜那就对了。过来过来过来。我现在领先了。哎，这荡秋千，可以啊。回旋镖。怎么变猪没有看到？你看这个，我拿手的。哎，射大。哎。啊，是呀、啊。哎，这荡秋千。哎，我再荡，你看会玩啊？不是，哥们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人头给我吗？人头。我也不能打假赛呀、啊，是，咱虽然说我老板这边内定我了，咱也不能打假赛，有头我肯定拿的呀。不是，这不表演局嘛，对吧？你这对吧？你这实力已经被认可了，就对吧？给兄弟们点机会嘛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同行。那你拿呗，你这么厉害你就拿嘛。这我就有话说了，啊、你就兑现，关你啥事儿，哥们儿？你玩好你的吧，啊，玩小法师的人。人家拿人家的头。人家拿头头写你名字了吗？还要别人别 K 你头啊？你都玩小法师了，你说的都对，好吧？行了，玩你的吧啊！哎，我出什么收集者呀？走新手英雄，我不应该出收集者的。嗯，我们要保留实力呀、啊。刚刚去下路被 K 两个，不过没关系，随时可以拿。哎、我看到了，看到你是有操作的，好吧？就说被 K， 嗯，谢老板夸奖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现在不能双 Q 了，以前还能双 Q 的。反正我也不帮他，这个人，我反正不可能帮他的。拿下，反正他拿给他拿。领先啥呀？回家。哎，不是，哥们儿，拿俩人头就领先了，就嘚瑟上了。出个什么？我出这个装备，我出个星之钢吧。啊、okay, 出星之钢。啊，行行行啊，出星之钢，给你几分钟的时间。确实啊，小法现在四个头呢。出星之钢，出星之钢，占了对线的便宜罢了。狂妄都不，我要是对线，现在十个头了。老板说这把拿个第三。后期我一个 Q 就是一个。那就拿个第三嘛。嗯。没事，让你吹两分钟好吗？就占了对线的便宜嘛，真的是啊，谁对线不能杀人呀、啊？主打一手听话，兄弟们。OK， 刷完回家。巫妖之祸拿下，直接，矮子荡秋千，核心装备出来以后就直接杀了。哎，不能说矮子荡秋千。对哦，这什么意思？哎，下路留着，哎，哎，可惜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中路。刚我先去中路小杀一波，然后再去下路收人头。哎，徐锦江荡秋千，哎。哦，缩起来了，回去了。他缩起来了就算了，刚一下看他出不出来吧。刚一下，刚一下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小子还有闪现，哎，拿下，我可以。还是得抢一抢。加油啊，小尼！现在他可以和你持平了。嗯，哥们不叫领先了。哈、哦、，K 的头 ，OK OK， 没事。没有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啊！在那个技能，来，是不 K 不 K 的没关系，只要能拿到头就行。这哥们以为过家家呢，怎么着？还做做吃火锅是吧？哎，你一个我一个，拿人头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还 K 人头，刚一下，刚一下，刚一下，回家。没事，我们至少这边就是，我看你们都还可以，技术都还可以，比这个。夜魔稍微强一点，好吧。我觉得夜魔挺厉害的、啊哎，好恶心啊！夜魔他刚刚这样嘴你，要不然……哎，对面这个姐姐，我你怎么还攻击我呢？你不选另外两个陪玩吗？我猜不猜跟你没关系啊？不是啊，我是说你，你看你做陪玩，你都不跟我的好姐妹互动，也不跟她说话、啊。这就是内定吗、不是，我老板也没这要求呀。我这老板也是说，你说话多一点，那我肯定话多一点，我不可能没话找话呀。不是你操我开心还不行吗？你操我开心什么意思呀？我没操你啊。啊，
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那你说啥呀？我，你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呀、啊？我说的是你菜，你菜，知道吗？那你说你操，你这你干嘛？你发音就是歪曲我的意思啊！你发音不标准了，你这会误解很多人的。你笑什么？哎呦，他这么说了，你不管管？没有啊，哎呦，没有，他可能听错了，听错了。没有，姐没有听错，他可能口音发错了吧？讲道理，还好姐妹呢。你不想想当初是谁带你来的？我，你，从小到大你说话就结结巴巴的。啊？都是我保护你。真的假的呀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别造谣呀！你问他，从小到大，你们还是……哇、哦、，nice！ 你们还从小到大吗？就认识很久了。当然了。嗯，我什么事都知道，包括他跟聪聪的事情，我都知道。不是你能别提这个人了吗？真的，我真的……哎呀，你们之前那么好，我真的想不通你为什么不跟他玩了。我，那不很明显吗？这个名字，哎呀，不明显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跟我的好姐妹说话。那我，你不说我话少吗？我插个嘴不行吗？我还不让插嘴，然后又嫌那个我话少，真的。你怎么老针对我呀？你插我的嘴干什么？你个配玩有资格跟我说话吗？我陪玩怎么跟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吗？啊！你菜啊！你别说话了。我那阿浪都已经八杠零了，我菜就不能讲话了吗？你这什么逻辑啊？菜不能说话呀？啊！你菜可以说话，但是不能跟我说话。我也没跟你说话呀，我跟空气说话不行吗？我自言自语不行。哎，你到底能不能管管你的陪玩啊？他也没有跟你说什么呀，姐妹。哎，算了，别提了，别提了，烦都烦死了，一眼都不如之前那个聪聪。我，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别提他，我听着就烦。我不提，我不提了，我还是看我的两个陪玩吧。我们两个陪玩都已经杀到了八杠零和七杠一了。这对面老板怎么说话一会儿就听起来很像少女，一会儿就很像那个嫂子呢，老嫂子呢。我眼光差。他这个音道转变这么，他这个声道转变是这么神奇吗？讲道理。没事，差了不是对我好吗？一会儿像少女，一会儿像那个老嫂子。咱们都是好姐妹，你手下留情一点呗。他特别他急的样子，很像老嫂子。已经前几天都输很多了。哎，他茉莉转圈圈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就是。哟，你很急。这都是要靠实力的吗？你刚才你那个陪玩都说了，不能打假赛的。我射了。帅不帅，兄弟？怎么有人能对线被单杀呀？帅不帅？他不值钱的。我送他一个，我下波再杀。有没有基本功？欢迎回来。OK OK。一百块。姐听到了啊，这就是标准的嘴硬。给拿头了，不然太菜了。会不会打对线？不然他会不会打对线？他什么眼看人低了？哎，对吧？杀他头局啊，兵线值钱。哦，是的。那我经济拿得快，我装备起得快，我是不是伤害就高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太喜欢这种绞尽脑汁为自己辩解的了。我这英雄真会玩的，就是真会玩。看看啊，现在阿浪是八杠零，拿下。小零七杠二，我九杠零了。真有九杠零喽。有些事情。哎，别 AU 啊，哥们儿，哎，就喜欢你解释，来继续解释，别 AU 啊。我的天啊，阿浪还一次都没死过啊。这种局怎么可能死啊，姐不要小瞧我哟。可以啊。小林
你快点你发力了。来、哎、我来了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刚一下。哦，两个人能拿下吗？先没这。轻轻松松。哎，还跑。隐身。跑跑得掉吗？啊！死了！我两技能转，潇洒！给他装到了，给他装到了。哥们，怎么着？过来看看我。我看到中路的那个，我看中路的夜魔跑过来，树人都没有收到。你干嘛呀？你怎么又针对我呀？好恶心啊！我没有针对你啊。我就是觉得你菜菜的有点可爱啊，你菜我开心不行吗？夜魔商量个事嘞，出个收集者，你就酷酷盯着这个阿拉，贴他头是吧？他残血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商量个事嘞。不是，你这两个陪玩怎么还只会上我这陪玩了？不是你们俩竞争吗？嗯，是啊，你都在指挥别人了呀。现在是我跟阿浪竞争。嗯哼，怎么没信心喽？什么没信心？你是夜魔，你就打你自己的就行了，好的，别管他们。好的姐。游戏玩的是脑子。懂懂懂，这长脑子没、啊？又不单杀呀？哎呀，怎么被单杀？哎呀，很难受。这两个哥们儿。很难受，很难受，讲道理。哎呀，他们男人之间的争斗，我们就别管了，表演赛吗？很难受。不是姐妹，你别老这样说了。反正我现在不找聪聪了。你说夜魔菜，你开心就好了，你别老提那个人，行不行啊？我就有点烦，你偷偷开心行不行？我不想听到那名字。啊，我这老板声音还挺好听的。声音太大了吗？影响到你们了。哎、声音还挺好听的。他今天声音太大了。今天我如果给他拿下了，必须让他给我现拍一个小视频。哎、我不是好姐妹吗？我们两个好姐妹，我怎么可能就是真的嘲笑你呢？我们之前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自下里面打的时候，你不也赢过我很多次吗？那宋宋帮了你很多吗？我现在抢不过艾克的。啊！那不是。Triple kill， 轻而易举，可以呀、啊！回旋镖怎么说、啊，姐？真的选我就对了。AA， 那、啊、可以啊！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个陪玩啊？哎，刚小宝藏嘛，总是比较难以发掘的。嗯，对我老板还是蛮多的。让他给我种草莓，这怎么突然抢单？哎呦！你看多不好意思，小法的头没必要抢的，这小法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这个艾克的头能抢一下，就今天小法没必要抢。我今天 A 一下加速，就这样了呗。 A 一下加速，最近也输得多。 A 一下加速，不对，哎呀，别就是比 emo 啊，还没到点、啊、A 一下加速。你看他为什么跑这么快啊，都选的这么厉害，现在都杀15个了。我不需要出。哎呀，主要是你这个陪玩一般啊，我觉得你现在眼光差，选人能力也不行啊。你不能因为他可能会多说几个好话，就怎么怎么样你就选他。我们还是要看人头的。哎呀呀！我来，你走。啊，我走，我没血了，没血。我来，你走。我毙了。我来，你走。姐，今天的话，我这第一把的话没发挥好，姐。嗯。没事儿，哎呀，我今天就怎么说呢？哦，行，我他难陪强，哎呀，可能我今天要大出血了。确实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姐。姐妹，像你说的，我没聪聪，我可能真的废喽。哎呀，没事的，你听我说啊，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玩这个很正常的，而且你这个难陪，可能就是手感不好，对吧？失误了，失误有点多了，我很厉害的，我很强的。今天确实我很强，我真的很强。哎，我抢一个姐，我抢一个头，机会啊！哎，我再拿一个，好抢，我拉扯一下。哎呀，没拿到，双杀！
我刚一下，哎呦，我给他抱起来了。哇，这艾克好厉害啊！哎呀，坏了坏了，姐。坏了。哎呀，哎，杀完。可以，活了。这艾克复活了。姐，这艾克有手法呀。嗯。哦。没事，别难过。别难过。别难过，好姐妹，我们关系这么好，你输给谁都是输，但是你输给姐妹我，你就是发挥了你米的最大价值，知道吗？要么这样吧，姐，我听她这么一说，她是你姐妹，要么今晚呢，咱打个这个是娱乐局呗，咱上上分挺好的。你看这艾克也挺厉害的，咱们今晚就上上分，四排上上分。啊，不行，对吧？我觉得可以。我也觉得可以，反正上分嘛。姐，我看这艾克实力好强，给他点个厉害的，真的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那说好的人头局，那就是人头局。你刚才还说好姐妹是吧？你刚才还说好姐妹呢。哎呀，姐妹，你听我说，我们玩这个不就是为了开心吗？你开心，对不对？我老板不开心啊。那我为什么陪你玩啊？那我老板不开心啊！我都说了，你开心的声音太大了，你刚刚。我老板不开心啊！你看，开心了。你看，这是不是我带你来玩的，对不对？我带你我玩的这个，你输给谁都是输，你输给我不行吗？你输给我，我还谢谢你呢。提前开香槟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好姐妹。坏了坏了。大不了，过段时间请你吃饭嘛。嗯，好不好？那我点菜。哎、各怀鬼胎呀！你放心好了，你输给别人，别人都嘲讽你，都说你，都骂你，不像我，你输给我了，我还请你吃饭。谁又在背后说了？你是不是又听说什么了？你跟我说，我没有，我能抢。好，是不是我前几天输太多，然后他们有人说了，我真的服了。没有，你怎么？你看，你就是没变，从小到大就这么多疑。啊，我跟你是好姐妹，那好姐妹应该是什么呢？是不是心连心啊？对不对？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，可以分一半给你，对不对？我两个人玩上脑筋了，真的无语了，我都。虽然你看夜魔10-1，然后我这边的两个陪玩，一个12-4，一个是23。游戏不是，姐妹，你听我说，这都是浮云。不是，游戏还没结束啊，我万一拿第一呢？对啊，我手感还没起来，我万一拿第一呢？不是，姐妹，这还表演赛？你看你这两个陪玩得了呗，反正我这夜魔也追不上。姐，我可以的，我觉得我能追上。姐，你看好了，你别气馁啊，我觉得我能追上的。对啊，别 emo 啊！那你说姐妹是不是我开心了你就开心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机会我觉得不是。你看，肯定是我开心啊，你也要开心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老板让我故意拿个第三，之前让看他们内卷就行了。玩这个，那咱们就不拿，就是少拿点头呗。之前玩这个，你当时选男陪的时候，我说你选这个选那个选这个，我是不是两个男陪里面就有一个聪聪？那聪聪多好啊，技术那么厉害。回家，哎，不能。别提这个人了，哎，我真的是。回家买一个。我听了都要约了，听了都要约了，我现在确实，我就说了别提他了，烦得很。你老说别提他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跟他玩了？不是，匆不要我了，行了吧？这样满意了吗？你知道了吗？他跟别的老板跑了，行了吧？我没办法，我今天随便找。这他妈还需要我让呀？肯定输的，姐妹，反正你到时候给我少算一点，你这样。我操！我的天啊！这需要我故意拿第三吗？就这么个正儿八经打都不一定拿第二呢，不一定拿第二呢。啊！我是说这个五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没事，姐妹，这样吧，一会儿少输你一个可以了吧？就当我请你喝个咖啡，嘿嘿，行不行？
推他。我们关系这么好，你看，你要是伤心难过的时候，我肯定也不忍心啊，对不对？等会请你喝个咖啡。你看我这两个男陪，一个小法，一个艾克，两个谁不是那随随便便呢？就你呀，你这个陪玩啊。对啊，那你到底是选小法呢，你还是选艾克呢？对吧，姐妹，你考虑一下。我反正已经是这样了。这还用说吗？没有任何悬念的吧？站起来了，我俩哦，他厉害，要不然不是燕罗可以啊。你这个没有站起来了，没抢过，他们现在爆发有点高，没抢过他们。啊，没事，给你们机会啊。慢慢接。哎呀，这还是不嘴硬了啊，哥们儿。你们能杀五个就杀四个，能杀四个就杀三个，给我姐妹点面子。哦，哎呦，没问题，帮你点面子。表演，你们表演赛，哎，这些都是负面新闻。这也是用实力打的呀，就像又死了呀，哥们儿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我再出个没吃饭还没睡好呀、啊，又不杀人还那个叫啥来着？出个破剑者。哎，咱们比的是人头啊，不是比的送人头，别忘了啊。出个破剑者。阿浪，你这样子说那个，你这样子说夜魔该多难过呀，夜魔更辣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顾及到两位啊同行的感受。对，主要是我也没想到同行都对吧这种实力。我的啊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嗯，下次注意一点。你说的我的姐妹心里面都难过了，我要保护我的姐妹的。好的姐。哎、哦、呦，嗯，没事儿，这不是给你这两陪玩选吗？我反正已经选过了。哎呦，嗯，还行，嗯，哎，都还可以，一般吧。但这个小法，你是不是有别的 C 的英雄啊？怎么我觉得小法不太好拿到？因为这个表演赛，我想了随便拿的一个，他拿这个艾克就住在那。哦，这头我拿了。哎呦，这头你拿了。我艾克你都打不过、哎，那我要拿绝活，你还受得了啊？不是啊，你还绝活、啊？哎，姐要帮你复活了。哎可以，我在家里，我主要还在这看着。啊，你不会掏出小法还不是他那个打的找不着北，知道吗？啊，别哥们儿别吹了，你不会连夜魔都比不过吧？夜魔又在杀人了。哦哟，吓坏了，吓坏了！哎，今天真是赚到了，你没有点匆匆。嗯嗯，我以后也不会点了。就这么说吧，我以后肯定也不会点他了，所以你就不用再提这个人了，好吗？哎，我都想轻松今天。你一把人头给拿了。Oh, nice！ 啊，可以吧？我这个陪玩可以吧，姐妹？可以可以，确实他挺强的。哎呦，怎么办呀？夜魔，你看这个艾克都挺强的。这艾克确实有点东西的，是吧？是的，哥们。但是姐，我也不差，压力是有点大。我这一把手感有点差了，这一把。没事，前期表演再积累一下手感。我觉得我能赢他。能杀吗？我觉得我可以赢他。我觉得，哎。哎呦，没抢到、哦！哎呦，他给抢了，伤杀。哎，这也不能说是抢吧，没办法，我伤害太高了。嘿嘿，姐妹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还好你不跟那个聪聪玩了，你要是跟那个聪聪玩，我不完蛋了。今天玩个蛋啊！还是今天你选的这个陪玩好啊？还行吧。聪聪很厉害吗？聪聪夜魔，看来我今天要输很多了，哎，怎么办呀？不是，他一直提聪聪很厉害吗？不很厉害啊。那你觉得聪聪厉害还是这个艾克厉害啊？
我跟这个艾克第一次见面，当然是我还是觉得聪聪厉害吧。我聪聪毕竟级别不一样啊。哦，聪聪比艾克还厉害啊！不是姐，这什么聪聪听都没听过的名字，怎么会比我厉害呢？我一局最轻轻松松杀37个呀！聪聪跟我的好姐妹认识这么久了，我自然就认识了。那我只比较熟悉她嘛。没问题，姐，只要看完这一局，好吧，绝对不会想什么聪聪了，什么臭鱼烂虾，这还跟我比，真的是，我随随便便五杀，这还不是我绝活英雄？这还不是你绝活英雄啊？那打个嘚儿啊？也不是我绝活英雄，随便拿一个，我随便玩玩罢了。那我这个英雄也不是我绝活英雄。啊，没事，至少你比这个什么。小海参强得多啊！哎呀，正常啊！哇，我真肉啊，太肉了，确实正常啊！来，给你个机会，我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，哥们儿，怎么不杀人啊？这么能 K 吗？我靠，脸全给我打死！小林，哎呦，小林，哎呦，他今天这个表现不太好，刚刚两拳还挺痛啊。他出的什么装备？什么叫 K 子，哥们儿？你躺地上了，怎么着？我怎么让你？哎，抢过去！那又想 K， 这个E过来就想 K 头。这个聪聪是不是跟这个对面这姐姐有一腿？他老在你面前说聪聪好的，怎么一天不见他很难受呀？啊，怎么以前都认识吗？就一直在提，我就不说了，别提了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哎怎么办呀？夜魔，你这个我觉得这陪玩说话真难听。说实话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不是你这个陪玩说话真难听，什么叫我跟聪聪？那不明显，我老板不愿意提聪聪，你搁这个还一直提，还一直夸他，你居心何在呢？我不是觉得聪聪又厉害，哎，厉害又好听。那今天是我在接我老板的单，你一直提别人是干嘛呢？你不恶心我吗？我这是觉得他不想让我接单呢。陪玩很可惜，那你是不是确定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？那我也是陪玩，你怎么不觉得我可惜呢？我确定我以后再也不跟他玩了。哎呦，夜魔你别提了，反正就是不跟他玩了就行。那你也别提了行吗？ 我姐都不愿意听到他了，不许再提。真的还一直说他厉害的，真的。好吧，我们今天谁也不提这个名字了行吧。好，我不想提了这个名字。哎呀，不玩了好，不然怎么轮到这个夜魔呢？怎么能让我今天赢呢？不是，夜魔也挺厉害的呀。你看现在夜魔不是也拿了这么多铜吗？哦呦，哎，一般吧，还是我这个艾克比较厉害，还有这个小法。因为这小法虽然他玩的想法，但是他都刷18个啊！不是啊，你这个不行啊，你这个中路是不行啊。对啊，你看我这个艾克情绪价值又给到位，打得又厉害，还拿了5杀。不是一把游戏能代表什么呀？游戏结束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不过还好，夜魔他这个陪玩真挺强的。哦，确实挺厉害的，姐。就这个是啊，这个艾克，哎呦，还有点东西。包厉害的，你笑什么？没事，没事，你是不是难过疯了？想到好笑的事情。是，我输多了，我输变形了，我这几天。走位。哎呀，我都输了，不要在意。我都输的心里扭曲了，我跟你讲。还是看我们这个小法又杀人了。三杀了？不是吧？玩个小法都比这中路强吗？现在人。现在我才刚起来，等会儿我就一 Q 一个人头，一 Q 一个人头，行，就其实，说实在，这两个人挺强的，只不过是遇到我罢了，
他们俩加起来还没我多。你还装上了哥们。嗯哼，你杀了几个呀？黑几个头，你还会干嘛啊？你能不能拜托你也多 K 一点好吧？求你了。就英雄性质的问题，有没有玩过？哦，英雄性质，对不起，哎呀，我抢了你的手，对吧？我捏你的手，拿着你的鼠标，让你选的小法师，哎，太对不起了啊，哥们。还说英雄问题了，来来来，教你怎么杀人啊！哦哟，这么急吗？哦哟，小林肿起来了，小林。啊，小林快追到我一半了，真厉害啊！就一个 K 字。嗯。小林随便肿肿都比这用不着。姐妹真的是伤心难过死了，不是你老，不是你老讲话老老提我干嘛？你有病呢？啊。啊，我不是，感觉我好姐妹就是。好不容易玩个游戏，这么让你，那就别跟我老板打了，你约其他人行不行？啊？那不行。那你说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？你个死绿茶！你想安慰安慰他吗？你说谁绿茶？遇到你，我开心还不行吗？开心也是绿茶吗？个男人懂什么？姐妹，你开心的声音未免也太大了吧？你知道的，我前几天输那么多，我就说了你就会让点我。哎，你也说我从小到大不是这样吗？哎呀，没事啦。今天就算是打得不好也没关系啊，我不是说了请你喝咖啡吗？好吗？我每次喝咖啡吃火锅，咖啡啊。轻轻松松拿下，挺好的。怎么就开始赢了呀？没关系，哥们，你尽力就行了啊。赢不赢的，以后就知道了啊。这还没开始呢。游戏嘛，开心，笑着玩啊。对，游戏要笑着玩啊，哥们。我们要笑着玩，我们要笑着玩。哎，姐，我先去蹭一下能量啊，姐，看好了。嗯。我不是一件玩具。哦，要变身是吧？哎呦，姐，这把怎么说？要我潜力杀呢，还给他留点面子呢？都听你话，好吧？直接不留情面，杀死比赛。哦，没问题。交闪了，不交闪这一波拿头了。我才是武器。奶一口去杀我。OK。姐，来帮我打一下野怪吧，好吧？嗯，前期刷野太慢了。嗯，来帮你打。下路挺嚣张的，那下路有没有提款机啊？哎，这下路什么情况？能杀吗？杀不了，我一级没什么技能。走吧，先把野怪杀了。那我把那个野打了。嗯，艾克就这点不好，所以我平时不怎么玩他。他前期刷野太慢了。不过，打今天的局已经够了。可以。哦呦，差点我给拿了。没事，我算好的，不用担心。OK， 我包不担心的。看完你表演赛，我直接不担心了。对啊。实力就是一切自信的来源。我们四个人。嗯，这把比赛该担心的人不是我，好吧？我担什么心啊？我包不担心的。嚣张起来。下路有残了，你可以过来抓的。嗯，没问题，我刷完野怪。艾克前期有点小残弱啊，刷的有点慢。这么凶吗？没事。哦，哎呦，拿一血了，哎，不是每一局都一样，哎，这个玩线上的，玩线上的好占便宜，那一波那个猪妹杀了，啊，这一波不就拿不到头了吗？
哎呀，没事，就一个医学。阿浪，等会多追几个，跟把那个差距拉开。没问题，他拿一个医血，我拿一个五杀不就得了？哎呀，我他们就是这样，他们没什么实力。不是，我们的气势也打出来了，对吗？梦里全都有啊，五杀的。那上一把我拿了五杀少，没事，这把多拿几个啊。我就喜欢嘴硬的。终于刷完了。我真笑一下，嘴最硬是吧？当当当！屌小猪妹，给我留下！哎呦，还想跟我打？打他！还想跟我打？啊，哥们，你是真不怕死啊！拿下！拿下！哎，这个能杀吗？他缩在塔下有点危险。那你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感觉有点危险啊！哎。快速回城，没事，逼了回来补状态，感觉对面也不是很强嘛。嗯哼，对前不强无所谓，反正没我强。强不强无所谓，反正没有我们强。我的好姐妹，哎呦不说话，阴谋了。是是是，我有阴谋啦。凭阴谋吗？我这输太多，就输阴谋了。哎呀，提亚马特。哦，下路有机会啊，有一个。马上来提款，马上来提款。艾克也一个头是吧？哦，三杀。艾克爆发高还是凯隐爆发高呢？哎，这小子跑好快呀。买双鞋，好鞋买。给你拿一下。敢回头吗？这一把变蓝凯，哎，这把变红凯，方便回城，没事，七百，这个是脆皮，两个三个四个，nice，变蓝凯，这把肯定要变蓝凯，提款喽，红凯变不了，小米喽，我吃完这个河蟹还可以再来，只要对面不走，来来来，当当当，今天是我。的幸运日，今天是他的幸运日都来了。是，今天你的幸运日，我的受难日了，感觉像是好吧，姐妹，我真的，你是姐妹，你刚刚不说话，难道是在哭泣吗？哎，还行，吃个塔皮。没有，还不至于啊，才一个虫，好过分了，这小子，哥们怎么跑二塔中啊？哥们儿，这不必这么心灰意冷吧？都跑二塔死了都。可得有些道德啊，输归输不能演啊。怎么还给你打笑了呀？没有啊，哥们儿，这确实有喜剧天赋。别到最后就是摆烂啊！伤害差一点。嗯哼。计算伤害，没事，还刚开始嘛。哎，夜魔，我来给你拿一口吧。好的，我可以来下路刷。姐，我来下。可以。我也来下。加个速。哎，那我不回城了，那我过来帮你。好的。哎呀，没有鞋子，我这移速好低啊。但我拿人头。我先走为敬啊。那我先吃技能。哎，哦，好走哎！我给你加速，好加速，好加速，解决，先拿一个。哎呀，我这波就是没鞋子，我要有鞋子，这随便都是我的人头，可惜。我不得帮他吗？对吧？这拿到了，没事姐，他再怎么用运气拿人头，和凭实力送回来的，不用担心。哎呀，你也快一点，你跟他把差距拉开，不要贴那么紧。你技术那么好，你跟他贴那么紧干什么？可以打破平衡。收到，没问题。就是啊，马上拉开，我来下路。两个头，
哎呀，这个红色能量条快满了呀，我得变蓝卡呀。直接杀死米赛，不要留情面，不要因为他是我好姐妹你就留情面了吧。我得变蓝卡。我也没让他说留情面呀，你这话说的。不是。这伤害怎么回事啊？哎呀。这能死吗？小树。就。他我前期这个关键装就是没出来，巫妖之后没出来的话伤害还差一点。小树不用担心，马上杀回来。我不担心你啊，我就是那一波真的很可惜了，好吧。嗯，确实。哎呦夜魔你还有多久变身啊？哎呦中路有人头。哎呦可惜。刷你一块，马上来。他回去了，他缩回去了。我来喽。死。哎哎呀没死，怎么被他领先了一个头啊。哎，可前期刷也是慢了点哦，跟上马一样。不是他，你被他领先一个头真的很难看啊。你快点发育，我们也才三个头嘛，我们就领先一个头，我们不是好姐妹吗？就领先一个头而已嘛，对吧？还行，但还在。我也要，一个头不是头吗？那肯定也是头啊！你刚刚还说，你还说让我点，你刚刚还说什么让着我点，对吧？是你自己说的。五幺之后拿下。我说请你喝咖啡，什么时候说让着你了？别急呀、啊，我来下路提团。姐，咱们领先了呀！快来！咱们领先了呀！快来！我来下了一个人头也好意思呀，我上马领先你多少啊？你上一把都打这么厉害了，我领先你一个头肯定厉害呀，战绩说话。别着急，就是我们现在领先了，来下了，就领先一个头，这个无所谓的，给他们。我也没到，哎呦，他也在下，闪现什么意思？没 K 到，不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先溜了。行，我就赶过来，我再来。姐，哪一口？哎，这一波、哎、手气可以啊，哎、手气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手气可以啊。我们这不是对吧？送脸上运气好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放了一个 Q 啊，啥也没放呀、啊。你不能说不能放技能吧？好，这样跟我玩是吧？哦，留技能，行，谁不会呀、啊？哎，你不要掉以轻心啊！对他们刚才又要搬英雄什么的，心眼子坏得很。这不是没搬吗？哦、我看出来了。我们都没搬，这不是翻给他的、哦？这之前小瞧他们了，没想到他们实力不行，倒是玩阴的一套一套的。OK， 我现在认真了，真的是。那都领先三个头了。狂妄，还有操作。哎，姐，我这几波拿头手感还可以啊，就一个技能就拿了。是，我也发现了。嗯，运气好，双杀 ，nice。他也拿了。没有，他们在我旁边，真的随随便便杀，就玩那有心魔诡计，搁这儿哎，那种小伎俩恶心我一下。你这个人怎么玩不起呢？我就放个技能，拿个头，你就说阴谋诡计了，你这个人。就是啊，你这话说的。多难听啊！姐，哪一口？鬼子麦西来了，我这 OK 啊！哎呀，完了！哎呀，我的！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别内讧啊！怎么回事、啊？没有内讧呀、啊？啥时候内讧了、啊？姐，我吃个鸟、啊。别想多了。姐，吃个鸟。姐妹，你这是什么？怎么紧张上了？怎么还？我不是输多了吗？之前输多了肯定紧张啊！我说让你让着我点，你又不让。五个头，一个，我说让你，嗯，对啊，你不是还差着吗？回家变身，姐变身了，还差一个头。OK， 下路是要蓝卡还是红卡啊？那肯定是蓝卡呀！我来下了，帮你帮这下路，杀得快。好，我来了。
必须蓝卡。OK， 他们我看你玩卡影，早知道我应该玩猫的了。拿下！我不是啊，一个头什么一个头？没事，我把猫咪搬了。没事。对，你还把猫咪给搬了。我们这不是已经最后来了吗？啊！直接碾压他，直接就是多杀两个。没问题，不就哎呀，中路两个头，拔起来，拔起来，中路两个头进入你的身体。哎。哎，好的喂，这没死掉，过分了。哎，秀呀，小心一点，秀啊！哎呀，秀呀！哎，我靠，这几个头舒服呀！来一口，走。OK。不是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不对劲，这本来就是他的头呀。什么叫本来就是他的头？我打团的呀，不是他的头、啊。哎呀，他把惩戒放了，强往小兵了。不是你这局怎么，我怎么感觉他就是换了一个人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不是还是他吗？啥时候换了 ？OK， 姐八个头了，然后发育还可以。拉了，行。不是闪闪闪闪，我的好姐妹，我们在船里领先三个头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你不会介意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可在跟我说茶言茶语呢是吧？那你开始呢？一直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提那个人，你一直在说，一直在说，我都烦死了。我提那个人怎么了？我提那个人不是你们之前很好吗？你们好像穿一条裤子了。他搞你心态呢，这个人，这个绿茶，好吗？那他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你都说了不想提他了，他搁这疯狂提他，真的，就是在你的伤口里面，就是在你的伤口里面撒盐。什么？哦，不送装备了，这波出来随便乱杀。哎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你跟我说什么话？你跟我说什么话？就是、那你别跟我说话了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别跟我讲话。我在他的伤口上撒盐，我什么时候在他的伤口上撒盐？都没告诉我，他跟那个聪聪怎么了？问问都不行了吗？我们不是好姐妹吗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拿下！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说了，他跟别的老板跑了，他跑了，行了吧？我不跟他玩了，而且以后不要提他了。然后我当时就跟你说了，我闭了。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啊！啊，你又可惜了，一点都不可惜。他还可惜上了，就是下路两个人头。不是你快点，你现在差三个人头，他们都这么说我了。我们才领先三个头嘛，对吧？没问题，我这波随便杀他。等一下，你们才领先三个头，你，哎呀，你这盲僧怎么这么肥啊？我操！救你一命啊！他又拿到了，哎呀，这不是运气好吗？哎，姐，我这个，姐，我这一波，姐，我这一波救了他一命，我不 Q 的话，他死了。就是，我们还救你一命。哎呦，你这个大怎么会空的呀？我问你呢。哎呦，伤害这么高了吗？必须的呀。可以。什么意思啊？都领先五个头了。他这波运气有点好呀。这，不过没关系。对。我实力还没完全发挥出来。不是，他刚才也不是这么打的，上一把。哎，猪妹干啥呀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，这！等一下，有机会，我可以全杀的，我可以全杀的，一千块。这怎么是铁男的头啊？要拿就拿一千块，可以。这个人头能被他拿到吗？啊！双杀了，不是，他上局不是第三吗？你是第一啊！这局你怎么让他杀起来了？他这局前期运气有点好啊，每次都能把最后人都 K 掉，真的。不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关系，等我的营业出来就好了。我现在22层杀人书，等我营业出来随便杀。
你啥嘴脸？结几个人头发？结婚是吗？你上一把你是什么嘴脸哦？说这个话。哎呀，不可能啊！我真的不理解，你看他又杀人了，这是不是换人了？闪闪，好姐妹，你别急呀、啊，不是没几个吗？别压力那么大。没几个？你说什么？哎、没几个？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说啊！不要着急啊！别急，好吧。慢慢打嘛，没事，咱又不推塔，慢慢杀嘛。慢慢杀呀！你现在赶紧去拿头，你让他先上去吃技能，明白吗？好，明白明白。行，我先上去吃技能，你别上。我没出门之前，我没有出门之前，别过去。然后我们俩配合一波，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拿回来的。我不上把神也看到了，他这把就前期，他这把前期就靠一点运气而已。我们俩配合一下，好吧？等我，麻烦我这波如果有了影业的话，随便一个三环就能秒人的。完了，我又死了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复活了。18分钟210刀，感受到威力了没有？嗯，不是，他现在已经是平时捡了几个人头，把他威力起来了。我上把领先这么多也没怎么。啊，有人头！领先了，我们9个了，抓他！拿下！好杀！把这个猪妹杀了。哎呦，随便杀随便杀起来了呀！哦呦，还想抢？差一点啊！可惜了，没事，就你还想抢？哎，抢到你、哎！漂亮！哎呀，没事，快拿回来，有机会双杀！抢到了！不是一定要玩的这么恶心吗？没有啊，不是人头局，咱们不就是抢人头的吗？人头局。对啊，你刚刚自己也说呀，我都输一整万了，我都差点以为我要一模。哎呦，行，这么玩行。我营业出来了，高啊浪，他自带斩杀的，不过我营业出来，我也有斩杀了，不让他有机会了。我真的一模，我刚才都以为我要输一整万了。哎，你现在什么情况啊？手感回来了。手感回来了，别让他杀了。嗯，没问题，我这波出来是无敌的。你等会儿就收人头就好了。你这波有影验的，很好收的。OK， 把这个杀。他又要偷。啊？还有三分之一血，为什么会死啊？他拿下，这个我的。Nice。哎，受伤了。哎，为什么两个技能能秒人呀、啊？不是手感起来了吗？哎、刚刚说了夜魔、哎、是吧？夜魔，我的手感火热。手感来了，还好我出了影液。对啊。对了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夜刃得买一个。差9个，还可以再追。可以买个夜刃，挺好追的。啊？不，这里怎么会有个VN啊？我先跑了。那个 IU 姐，你送吧，给这边送吧，咱们打后期。我去送。嗯。这边。等一下，姐，我去补充一下状态。出来马上杀。那你去吧。嗯。完了，他又要过来杀了。他现在伤害好高啊！哎，伤神了！哎呀，我们现在领先多少了？哎呀，我们领先10个了。哎。对面脆皮太多了，怎么让他捡到了？不是凯因，你的伤害真的有这么高吗？打脆皮是这样的，不过到后期就没有用了。不是我们家夜魔厉害吗？哎，对面阵容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可以能收吗？哇，必须的姐，必须得收，就这么杀。我感觉提亚马特还是得出的，就是要在后面捡人头。不是，这不是人头局吗？对面技能全给我了。不是，他是什么意思？他上把不是最后吗？不是打不过的话，你就走呗。不是打不过又说那个他，我们手感火热。他抢人头的，你看这个人说话，要打不过你就走呗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哎呦！我刚才说过了，夜魔也说了，刚才手感不好，现在手感好了。手感不好，嗯，我信你的吗？
啊？不是，我发现你现在啊，真的是心眼子越来越多了。两个没实力是在玩心眼子，没实力，第一把是装，然后现在开始啊，让我掉以轻心，然后现在开始了，啊、是吗？你第一把，他最后啊，这话说的，你说这把给我装呢？不要拿头，你第二把会加一就能杀吗？我对头，哎，四杀、五杀、五杀、五杀能翻倍。五杀能吗？我要留技能，我要留技能，我要留技能。我没事，我留技能的，不能让他拿的。啊，他 Q 翻倍了，五杀翻倍了。哎，还行，运气比较好，小拿了个五杀。操！我们翻倍了。阿浪，你等会儿，你也拿个五杀，拿个五杀，我们翻倍了，我们还能追的。没事，我可以拿两个，我可以拿两个。是，我知道的，是。哎呀，我买个青雨，发现有点肉。对面，姐，对面的阵容就是脆皮有点多，所以他玩个蓝凯前期伤害有点高。如果没关系，到了中后期对面护甲起来以后，他不可能这样杀了，绝对不可能的。那你就先发育，你就先发育。没关系，我现在五件套了。然后，我到后期也是无敌的。我就直接去送了。那、送吧，我可以，可以啊。我直接去送了。好啊。那你杀着，我去两个。必须杀的，我怕你杀太多，他们有机会五杀，有机会五杀。快！哎呦，姐必须杀的啊！哎，给他抢了。OK， 行行行，真的，我没抢你五杀，你给我，你抢我五杀是吧？没事没事，我们现在不是刚才拿到几个吗？我们现在差距越来越小了。我们，姐没关系，我一波团拿了四个人头，被他耍心机抢一个而已，没事没事，就让他抢一个，没事的，我们后面还能追。我就不相信他每次都能抢，真的是玩这种小心机。等会儿就直接拿，找机会我帮你，然后我们拿个五杀，拿个五杀我们就直接翻倍了。没问题。现在已经25分钟了，也就是到中后期，到30分钟以后，他谁都打不动，一个全完全打刺客。嗯，对。走走，我给你找头，你们都说的都对，好吗？但是我们现在领先哦，你要追哦。你先这几个算什么呀？上去领先你多少个？太好了吧你！不是上去不表演赛吗？就是。交啥呢？表演赛也用实力打的。哎呦，他们怎么都不出来？我在准备送的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找一下，找一下。我艾克可以。他们现在不出来了，姐。艾克可以越塔的。对啊，我坐在这门口转悠好久哦，等他们出来杀我。什么情况啊？他们为什么不出来了？哎，我掉线了吧？啊 ，nice， 我操，姐救我！姐奶我！奶我奶我！我靠，这对面多吓人哦！快走快走快走 ！OK， 我的机会，我送他们。看我操作，看我操作。姐奶一口奶一口，都把技能给我了呀！三杀！是啊，还行。哎。可以，又抢五杀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抢你五杀，我不能先上了，姐，我不敢先上了，对面把技能全给我了，得亏没死。行，没事儿。哎，没事，反正我们刚才拿分，吓死我了！我靠，差点人头，差点被秒了。哎呀，还是太脆了，没事，让他们先打一套，我发个大招都行。要不是给他奶了一口，他这波我纯纯五杀的。啊！你要五杀了，你五杀呗。我两次就差一点五杀，你这行，你这样恶心我是。你要这么说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差一点变那个亿万富翁了，真的，差一点。对，我们也是差一点。差一点。我们两个，我们也差一点也五杀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拿了两个头。对，我们差一点就变亿万富翁了。没事，让他们这样阴阳怪气嘲讽，谁输谁一定不一定呢。哎，别管他们，我们打我们的。没问题。小心。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。小心点，我给你奶一口，我再泡一个。哎，我死了。了哎 ，nice。哎，麦特，可以，没白死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不上。奶我先，奶一口。死吧！我别奶，别奶哦，麦特。真死了是吧？行。我机会到了。我的，我不是在前面送吗？嗯，
我的技能，我的技能，姐，你可以吃下人，吃下技能，没关系的，我来杀，我来杀。OK。哎，我死了，我想给你来一口饭，没事。没关系，我你有技能，看我来。找个机会，找个机会把那个人头给收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他吃到我技能了。来来来，三个人头，三个刀，对，往我大队友走 ，nice。Nice， 好杀！现在没有人能阻拦我。我可以啊。四杀，哎呦，还有一个，人呢？人呢？出来啊！不出来就不出来，干嘛？人呢？这个时候怎么不出来了？哦，那个、来了，五杀，五杀！可以可以，拿下！啊，这还给他拿了个五杀。五杀真的谁不行似的，没有他在真的我拿十个五杀了。你玩这种阴谋诡计真的是哎，无话可说，加倍没了。嗯，还好没事，我们还领先呢。我们有个五杀，加倍没了就没了，再拿个五杀了，再拿个五杀、哎、没问题、嗯、再拿五杀轻轻松松再翻倍。哎呦，我去勾引一下他，我再拿五杀，就是我们翻倍了，易如反掌。可以呀、啊，哎呀，啊、怎么不说？我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，不能让他拿再拿一头了。哎、别给他治疗，别给他治疗。哎，漂亮！啊，就勾引成不成功你就说，夜魔。还有三个，没关系，我还有机会。还有三个，我来了。我过来帮你，哎，他要抢。好的，姐。他们现在开始把技能留给我了。哎呀，那是我死了，我扛了一下塔。我可以。哎呦，哼，还想抢？哎，意思你意思。有机会，我的人头，哎、我的人头。哎哎，他把你、哎、我给拉进去了。哎呦，可以。死、哎。拉出来，又双杀了。哎、这他没死啊，不一点没耽误。哎这个这个塞拉兹把他拉进去了，真的是。回家。嗯。被拉进去，外面的也杀了呢，对吧？为什么不拉我呀？真的太可惜了。咱不领先了吗？领先杀个头呢。杀你呀、啊！他叫什么呀？这个头又说。不知道在叫什么。对啊，拉我随便杀的呀。我还寻思落后。我六神装了，接下来不会有机会了。我不看战绩，我还以我不看战绩，看弹幕还以为落后了这一把。真的，行快！他拿五杀给他拿吧，怎么他一拿五杀就开始？马上知道，你开始又来了，急了，勾引一下，勾引一下，搞什么？啊！哎，漂亮！瞎子踢他呀！他挥一挥他就没了，这不是给？又杀了，双杀！哎，还有三个，还有赶过来了，还有三个，我来！别让他抢、啊！你怎么吃这么快？漂亮！39，可惜没接上。39个头。啊，接上我们又三杀了。我还以为我落后了这一把。哎、我他妈为什么缩在里面呀？嗯。不是这个夜魔的人头怎么越赢越多啊？39杠2，我射他。哎呦，怎么你还在旁边？我都出来。快跑！今天的客服。给我带了一些什么配玩啊？下路干可一波、啊，不是他不是，不要急。不是，我就想问，这个夜魔是不是第一局故意输的？没有，我们怎么可能故意输呢？想多了吧？你是不是跟他商量好了，故意输给我的第一把？啊？我没有啊。别乱讲，你还好姐妹呢，长这什么心眼子啊，你心思多了是吧？我姐她不说 你,、啊、你们是好姐妹吗、啊、她开心你开心了她就开心了对吧，怎么、啊、咋我是说咋回事呀，对啊，我老板现在开心了你不应该也跟着开心吗？啊，姐不姐别我现在是六神装，而且到32分钟了，后面就随便拿五杀的，你别着急好吗？就他第一把绝对不是装的，他就这种实力，这把纯运气而已，你相信我就好了。拿下。对你相信他，我就给他送，哎，漂亮！我知道你现在努力啊，没事，你努力我就不换掉你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你三句我就跑了，随便杀。这不大的呀，拿下。这不放大呀。哎，超不过我一定要换的。不可能超不过的，姐，相信我，我胜率那么高。立刻马上，就是赶紧拿个五杀，不然我就换掉你。好好，你给我五分钟时间，好吧？绝对五杀，绝对五杀。我之前五杀你也看到了，对不对？轻轻松松，好吧？相信我，给我点时间。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，对不对？他这个英雄是个穿甲刺客，前期就是会占点便宜，对吧？对面都是些脆皮阵容，等他们一会儿出了护甲，他一个都打不动的， okay. 只能靠我来杀，对不对？相信我，姐，我的游戏理解绝对没问题的。我现在就站在门口，他们一出来一个杀一个。他马上刷个小野怪没事吧？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你看，随便秒杀。哎呀！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快点，快点！啊啊！不行呀，我他怎么没了呀？哎呦！我们怎么又杀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又三杀了！哎呀，抢还没抢到！啊！技能怎么取？啊！不行不行，换人换人！插个小野，别激动别激动！刚刚只是。刚刚只是他们控制链打得好，就我再去过去送衔接了一下而已。没事，给他送几个。我要换人了，姐，送，可以送。我真的生气了，我再送。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姐，你也去送，就是让时间尽量拖长，时间就在我们这边，好不好？相信我，相信我，游戏还没结束呢，对不对？我打了不是一次两次的人头局了，那么多人头局，大风大浪我都过来了，都是我赢，好不好？相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但是你。哎呀，但是他现在已经47个，我们落后20个，就算是你刚才拿那个五杀，我们还是落后20个，你再拿人头你必须要拿五杀，知道吗？没问题，拿五杀太轻松了，就只要他们不是那种运气特别好衔接链特别紧的话，我一个个游龙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，现在治疗不能治疗，马上就来，我看吓死了，姐没血了，我得毙了啊，这一波真得毙、哦、看着呢，这一波再上就得死吧，他毙了，我看着你，你要吓死我，我看差点以为你要没了，让他毙，让他毙，他毙我就拿五杀，姐，可以，才11个而已，你们好肉啊，我得拿个红 buff， 没关系，我打不动，我就穿甲，我就法穿两个，直接秒杀，看到了姐，这种伤害真的，还有一个，盲僧在。盲僧，快回家去拿那个盲僧的头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我再去中路给他们多送点儿，我看他，哎呦。OK， 没问题。姐，你也送一点，哎、没关系吧？时间我拖，真的随便赢。秒杀。出来。哎，可以。行，我看着就没了。我马上就来了。两技能就没了，伤害好高啊。上不了，没办法。哎，没事。他也就在变色这一会儿了，还差19个，我现在一个技能都能秒人了，等他出来，等他出来，我再拿两个五杀。行，你去晕他，没事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他动作错了，50个了，现在还是超20个，51个了，哎，我的头还想抢，给他抢，维纳，可以，啊，谢谢姐，你看了吗？他现在抢人头都抢不过我了，没事，我给你奶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要推塔了，啊，你要这么说，啊，哎，你推什么塔呀？本来还想给人头去推什么塔呀？本来还想给你机会再追一下的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推塔了，你再说 ，nice。别管他，行，我不说，咱们公平竞争，好吧？只要不推塔，公平竞争 ，OK， 不要怕，好吧？赶紧追吧，还差18个头呢。两个头，18个，好，这么快？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越塔的。哎，漂亮！哎呦，太急了！我的伤害好高。哎，我好想给他送头的，没事，我没有。怎么死呀你？这猪妹，猪妹应该越不了塔。这猪妹有点肉的，这猪妹。姐，别换，
求你了，别换，真的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好吧，咱们不是你这样，我怎么能不换啊？啊，不是我给你，我觉得能翻，但是你看，他都要把水晶给推了。没关系，不还有门牙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多送几个人，他把人都把时间拖一拖。我到后面，我真的随便杀，我是后期战神，好不好？你看我第一局都杀了40多个，这局还没到几个呢，对不对？行行行，你看他打猪妹已经这么费劲了，对不对？他拿那么多人头来杀一个猪妹，我两个技能就杀猪妹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。后期我是无敌的。你快出来，你快出来，你快出来，拿人头了。OK， 七秒钟，七秒钟，倒计时七秒钟，马上就出来，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火。中路有萨拉斯哈尼。OK， 马上就来。都在中路，都在中路。三杀、啊！哇，又三杀了！哎呀，这得追呢，啊、还是落后呀？靠、啊，姐妹，你别喊我姐妹，我不是你姐妹啊！上一把扮猪吃虎、啊。哎，我老板开心，你也开心呗？我没有，游戏得笑着玩。你说了吗？对啊，游戏得笑着玩。是呀、啊，你刚才自己说，你跟这个什么？那上一把表演赛你上一把表演赛你选了这么厉害的艾克，你刚才不是很开心吗？怎么了？赢你的你就不开心了？哎、啊 ！Win 就是你们，就在私下搞我是吧？亏我把你当成好姐妹。啊、菜就多练。我哪私下搞你、啊？菜就多练行不行、啊？这话说的。表演赛我说了我选了夜魔，不是你自己选的陪玩。首先那个表演赛呢，你管我怎么玩呢？这选人是你自己选的呀，你能怪谁呀？啊，你还挺死，你还挺有意思。全部人头，五杀五杀五杀，三杀，哎，漂亮，五杀，两个，没五杀，没五杀，还想要五杀？啊！想要不给，还想要五杀也忍不了。不是你笑什么？怎么啦？那么恶心啊！不是你开心吗？他不在你自己心里清楚、啊，好吧？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上一把你们就是肯定，你跟这个陪玩肯定串通好了。我清楚，我可清楚了。聪聪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是吧？他一直提他，他不是你，真的是。我怎么了呢？我问一下都不行了是吗？我把你当好姐妹，我关心你的状况啊，看你不开心问一问，啊、好姐妹你解答一下情感问题。啊，谢，我真的是会谢，不是那个哎呦姐，你听我说，你是和他好几位，那给他借网瘾呗，我们也是对他好，对吧？行，给他借借，我跟你说，给你借借网瘾，我跟聪聪屁呀、啊，给我出来。是，你说的都对，咱们啊，他死了，姐又拿头，有说法，可以，为什么激活我呀？说法可以，我再给你来一口，哎、我再死去。哎呀，哎，刺杀，可惜了，哎，还少一个，哎，可惜了。姐，你那个人头不没拿的话，就五杀了这一波。嗯，被你那个。那个什么技能来的？加血那个技能弹死了，装什么装啊？弹死了，被我弹了。一个绿茶，一个绿剑。绿茶？那你是啥呀？你这个绿茶，你说自己是绿茶吧？嗯。还装什么？抢五杀，抢五杀！你自己没实力拿，还抢别人抢你的五杀，找什么借口？不是啊，我也不是怎么弹到了。巫术合击。被动有法术伤害，我要给他，我给他卖了，不行的话，给啥卖了？我怕我这等会儿就抢头了，哎，多可惜啊！刚刚没事，我找机会再拿一个，他没有这个实力拿罢了，什么找机会再拿一个？我现在伤害很高，姐没关系的，现在。全是我的主场，好吧，我这波出门绝对一点都不会死，一次都不会死了。什么你的主场呀？都杀完了，还你的主场？我来完了，姐，你怎么说话？哎，三杀，四杀，我不敢上去了，我怕。看我操作，看我操作，看我操作，我这波可以杀完的。哎，又差一点，又差一点，又差一个，差点又五杀了。
姐你怎么不说话了姐？我姐你别不理我，你生气啊？没事，闪闪闪闪你怎么不说话啊？闪闪，对姐你不要生气啊，不要失去信心，我这波还有机会的，你看我上人数还是25层，还有机会的好不好？不要放弃，没关系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给我一次机会，相信我一下。怎么闪闪轮到你 emo 了是吧？都不讲话。哎，姐，闪闪姐，不是你刚刚说我的时候了。姐不用管他们，他们就暂时领先而已，而且，对吧？我这波还我只是大意了，被他们地狙骗了，对吧？我随便拿了个艾克而已，我还有绝活男枪，对吧？我男枪真的线下高校赛拿过冠军 FMVP 的，好吧？你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真的，不要被他们气到了，我这波有机会的，你看我，错，他死了，哎，怎么又死了？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这波真有，哎呀，弄死他！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有什么机会？我吃了人头，姐你看到了吧？就算我把伤害都吃满了，然后他还杀不了五个，对不对？还是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姐你说句话呀，姐，你老板不理你了，你还说呢？赶紧拿头吧。就是。姐你不要生气啊，姐，真的有机会的，而且这局只是我前期。有点太轻敌了，他们第一局表现太菜，我有点轻敌了，好吧？他们玩这种心机，暂时领先一下没关系的，好不好？哦，领先不是靠实力吗？怎么是心机啊？咋了？你艾克，对啊，我们打的是你的意思，你的艾克玩的话是我按着你的手不让你操作呗，不让你杀呗？啊？我艾克随便选的，你给他第一局，那你随便选的，你接单不认真呢，那就输呗，那就还是你的问题啊，你还随便选的呢。得亏你老板，你看你老板都不想理你了，你还随便选呢，懂吗？我寻思老板不想理我，寻思表演赛的话你随便选的还能理解，你怎么正式比赛也随便选？正儿八经打比赛你还随便选？就是刚刚不说你绝活男枪吗？你怎么不掏呀？啊，你的男枪呢？我也没搬啊。你第一局表现那么菜，然后给他装。哎，不是我装不装跟不是表现的机会啊？不是我装不装跟你拿，不是我装不装跟你拿这个艾克拿人头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这个人思路还挺有问题的。我打菜的人根本用不着拿我的男枪，那你就输呗。那这把再说了，那你这把就输嘛。第一局是表演赛，那你还急什么？跟我们家夜魔没有关系，那是你们的表演赛。姐，你别听他们胡扯好吧？姐，还管我怎么玩呢？你看看你。指导上了，喂，姐，人头别跑！姐，你怎么不说话、啊？姐，我感觉很跑不了了，漂亮！跑不了，我血有加速的，很快的。姐，这你不要听他们给的阴阳怪气，没有关系的。我只是这局轻敌了，然后现在我还是有机会追上来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别不说话，别不理我呀，姐。我们怎么阴阳怪气了？我说事实。再说了，这阴阳怪气不知道谁阴阳起的。我跟我老板沟通关你们什么事啊？那么喜欢插话吗？啊！你老板都不理你了，你跟老板是啊，你老板都不搭理呢。你不搭理你还互动？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还互动呢？姐，你刚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、啊，姐？没怎么，我就是让他们两个人去后悔去了，让他们两个为今天付出代价去了。他们俩等着吧。什么代价？你什么意思？刚才怎么说我的？刚才怎么嘲笑我、嘲讽我的、背刺我的、还有你双杀、三杀、五连投、上啊、四杀、四杀、四杀、五杀、行、五杀、潘塔克、五杀，天，又拿一个五杀，翻倍啊！我们翻倍回来了，五杀呀！我们翻倍回来了，还是翻倍了，姐。不是这个。你没想到啊！哎呦，还是翻倍哦！我伤害就差一点点，我们这打得好恶心啊！再给他送一点，我再给他们送，我怕他们投了。可以啊，姐你送，可以，姐你送。这一秒，不是这你为什么没有拦下来啊？因为把技能全部用完了。这五杀他们拿到，你知道要翻多少吗？翻几又翻一倍嘛，
还好。就是、等着吧。我们，我还是能开五杀的姐。我们等着吧，我们等着呀。有你们求饶的时候啊。我们等着，我们是在这等啊，等你追 啊。我们等，在等呀。姐，我们等他这把打完，给你掏人头呢。对面出来了，对面出来了。我们等着吧，真的。就是、等你，等你给人头呢。姐妹呢？别听他们阴阳怪气，对面出来，我这不马上能五杀了。哎呦操！控制我。人头。快，两个。哎，我哎，三杀，哎，四杀，四杀。看呐。哎呀。呀，哎呦，给他抢了一个。为什么这样子也是，也不是我人头啊？这一波拿三个，还是赚的。还行还行，哎、赚的赚的，我们赚的。为什么能玩这么恶心啊？追不上，还都追不上。现在，给我拿五杀！你要是拿不到五杀的话，你就尽量了。不是尽量，是必须。给我用力拿头，明白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姐。我刚刚为了抢一头，不吃了太多技能了，我的问题。我这回冷静下来了。影响心态，他们现在有多嚣张，等会就得给我哭，知道吗？我不可能一直哭，知道吗？没问题的，姐，珊珊姐，我只要你相信我，给我机会，绝对让他们哭出来的。这局我还能继续追人头的，不会让他们赢的。我第一次听说人头拿这么多还能哭起来了，赢哭了。啊，结束了吗？快了呀！这个游戏结束了吗？你要说出这种话，那就说不。你要说这个话，就是抛开事实不谈了，结束了吗？出来了，对面出来了。咋了？你能，你真能追上呀？没了呀！啊，你真的追上呀？杀了呀！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呀，杀掉了呀。确实没结束，没结束，我们拿更多。来，我们继续拿。我有劲，我有劲，我有劲。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直接反打。快拿头啊！哎，他们在野区呢。哎，你怎么死了？没血了。没事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没血了。他们两个，我这不没状态，没大招，姐，我，姐我，你刚刚兵线没出来，姐，来嘛，交闪现，交闪现都要杀我。你关心我去干什么？来嘛，又拿个烧伤，我就得了。我现在我复活马上拿，姐，就是，不是啊，你刚刚兵败那会儿。我很担心你啊，就是怕你生气，姐你不用生气的，我这波没有拿我的绝活，我顶多顶的绝活男枪，绝对一枪两个人头，好吧，两枪五杀，真的，你别着急别着急，我还有底牌的，好吧，你相信我，我 不要生气，我不着急，我不着急什么，我不着急，你快点拿头啊，不是这还有底牌呢，就翻倍了都，知道多少了吗？现在呀。是他们上个厕所就过来吗？我真服了，急死我了！第一局就输这么多，这他妈晦气啊，晦气死了！没蓝了，等打个蓝吧。你说的什么？不是，姐，你说的谁过来呀、啊？哎，姐、啊，你叫客服了吗？难道你别管，叫蓝。不是你是拿头，不是姐。你是叫客服，你要投诉他、啊，不是吧？我来了。哎，我找的高手，你就别管了，不行吗？啊，叫了个高手，你还有高手？那你要找高手过来打哭你们啊？不是什么，你还叫了高手？什么？你要换陪玩啊？那不明显了吗，姐？我还有底牌的呀，姐。他还有高手呢。你怎么叫别人去了呀？我怎么？你再给我机会好不好？再相信我一次。八个了，你才40个了，这翻倍了。这局我没料到他们敢扮猪吃虎。我下局我拿出我绝活男枪，真的随便碾压他的，我能杀100多个，好不好？哦，89个。别生气了，89个了。哎，减他的41个，还有翻倍。哦，姐你也看到了。第一回家，5个血量。你看到我拿一个五六了都。总玩的艾克我都能杀40多个，对吧？我拿出我的绝活男枪，一枪两个，两枪就五杀，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烦死了！我给你什么机会？给你机会？哎，怎么还不来啊？我们不是在匆匆要来了，又没结束啊，是在给机会啊。匆匆。
你闭嘴吧，给什么机会啊，给机会给机会的，你还说这话了，死绿茶。他们俩撑又一腿，他这局不就是占了，他这局不就占了是对面阵容的便宜吗？啊，就是给他们趁我没防备抢了，推了个人头把杀人刀叠起来了吗？这有什么好装的呀，你快拿头吧，他都要杀100个了。哎呀，姐我复活了马上拿头。但是他们这样子玩这种小伎俩恶心人，真的。我们玩啥？姐你相信 我们这把绝对随便碾压他。我们这把凯隐实在什么实力不看得清清楚楚的吗？怎么我得让让你？就是啊，他也就这样子趁我没防备，然后这啊趁你没防备了。哎呦，不是怎么就趁你没防备了？你怎么打游戏还要趁防备呢？不是应该每一把认真对待每一把游戏吗？防不是靠实力说话吗？对呀、啊，看我们。快出来又杀了，哎，又有机会了。防备啥呀？出来双杀了，快出来！把这个头发拿起来，拿起来，姐。五杀，不给他五杀的。你不是说你男枪很强吗？你怎么都不拿呀？哎呀，打他打他！别管他，别管他。我没管他。我是说，漂亮，是啊。又让他拿了。我的天啊，今天这客服都找的什么人啊？他把那个装备杀人装备层数叠起来了。嗯，没关系姐，我们绝活还有底牌的，这么聪明，我还有绝活还有底牌的姐，真的你不用去找别人的，我绝活超厉害的，我绝活是欢笑联赛拿过 FMVP 的姐，真的。是，刚才不说了吗？绝活男枪都不拿出来给我们闪闪，快点给我拿头！马上破百了，马上都要100个了，可以，没听到吗？你看，我那头你抢不到呀，那个靠实力你也抢不到呀，真不是。我们是要靠实力，真不是其他的，这没办法。你看，这没办法。拿下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快出来快出来，死了。哎呀，这也能死、啊、这也能死，我等着给他送，就这也能杀。哎、啊、我在这，哎出来了，他没办法姐，他们缩在泉水里不出来，我只能越泉水杀了。喂喂喂喂姐，我来了。哎，你终于来了。哎呀，烦死我了。怎么个事儿？是谁输那么多？不是菜逼，聪聪真来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什么？我什么意思啊？我爱有姐在，我爱有在。我不想听到你声音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我还给他叫来了，跟你说了吗？不是。难陪啊！你背刺我，我就不能给他叫过来了。我操！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想看见这个人，不想听见这个人说话。聪聪真来了，你刚刚不是挺开心的吗？你现在怎么不笑了？我们先不说话。我都说了，我是不玩了呀。你说你们就是两个人是不玩了。那你是我刚问你，你说确定不玩了？不玩了，那我用他有什么问题吗？他那么厉害，我用他有什么问题吗？姐，这游戏还没结束，你怎么就叫别的男陪过来了呀？姐，96个头，你刚才还差4个破百了，你不是挺开心的吗？怎么他过来你就不笑了？不是刚挺开心的吗？随便你，我就是恶心这种人，就恶心这种屌毛，不想理他。说啥？姐，你看我这边还在杀人头，你要不你让他走吧，我这不，你七杀八不杀的，你输了就闭嘴，好好学。我现在不想那个什么，我现在只想你要么就拿两个五杀给我看，拿不了你就滚了。对面男陪是谁呀、啊，姐？哟啊，是我呀，聪聪，我是夜魔。哎呀，我的老妈呀！不是，你怎么他妈阴魂不散呀？
你怎么阴魂不散？我先来的呀，你怎么阴魂不散呢？你就是我他妈认识一个老板，你他妈就在，为啥你一直在呀？为什么你我还得问你呢？为什么我一接单你就在呢？啊，不是你是不是盯上我了呀？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啊？你离我远一点，我正常接单呢，你现在走呗。谁盯上你啊？你现在没有接单，你赶紧走呗。嗯，你来干啥？对啊，你赶紧走呗。姐，你少在这儿恶心我了，你赶紧走吧。那个，珊珊姐，我有事儿，不太想跟他打了。我快走吧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为什么？不是你们，你认识他吗？不是，不认识，不想认识。跟他打一天游戏，我得恶心两天。是因为？哎、不是你为啥呀？你看我又杀了。不是他太恶心了。对，是，哎呀，我们破百了。我知道他恶心你啊，但是你不是厉害吗？你厉害，你到底谁恶心啊？谁恶心啊？这是晦气，看这个人。不是，哎呦，你怎么又跟他搞一起了？哎呦，你怎么说话呢？跟你熟吗？不是你这个叫夜魔的，你这个叫夜魔的就喜欢找别人老板是吗？我找一个老板，你去跟他勾搭到一块儿，哎。你是属狗的吗？首先我接不接单呢，接谁的单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我刚才听出来这两个老板是好姐妹，你怎么还接对面的呀？啊，你啥情况啊？不是你们都不玩了就不能接我的了吗？不是，你先别给我扯这些犊子。为啥你先告诉我为啥我接哪个老板？你们俩是真不挑食呀？要去接啊，你们俩是不是不挑食？你为什么总要接我的老板的单子？为什么？请问接单这个陪玩规定里面接单还能接哪个老板单，哪个老板不接呗？不是，我他妈本来就没几个老板啊，你脏我多少波？要说不能接的话，啊、你是老板都被你是肯定是不能接对面老板单的，对吗？因为我听过 IU 姐说，我为什么不能接对面老板单？你怎么能接对面老板单打 IU 呢？嗯，你这个渣男。我怎么就渣男了？我本来就是个渣男。是，我跟你可没关系，为什么不能接我呢？我跟你可没关系，别乱贴金，我现在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呀、啊哎，没关系了，那就接我的。哎，哎，他们投了。珊珊姐，接不了，珊珊姐，我操作你，懂吗？制裁他。德玛召唤德玛西亚之力来击杀他的敌人。对，这我真笑了。妈，盖伦玩家也太有操作了。姐妹，不是我说，匆匆来的这一刻啊，你就被他已经真实了吧？啊，这半天就开始了，就开始，就是，哎，怎么样？我看你就是心里放不下他吧。我心里放不下个呸呀、啊！我真的是，我是，真恶心。要不要出焚天呢？这个有匆匆在，你们就等着哭吧，等死吧。那必须的，这个叫夜魔的，我今天高低给他治了。我是知道盖伦，咱们之前玩过呀，挺强的呀，能打得过匆匆的人很少，挺厉害的呀。暴击流盖伦，必须的。这个叫夜魔的，今天我把你揍完之后，给我道歉。要不是你怎么好意思的？你在这说这些。你要再说，你要再逼逼，你要再逼逼的话，就放录音了啊！放你跟你那可乐，放你可乐姐姐那个录音啊！什么可乐呀？我不认识。你又不认识了？哎，我们随便放。哎，你放呗。哎，不是你叫宝宝的时候了。我叫啥宝宝？我还叫你宝宝呢，你咋不说呢？别叫我宝宝，我嫌恶心。这个。哎呀，这个匆匆，你就别理他们，他们就搞你心态呢，他们就老这样，他们刚才阴阳怪气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是不是好姐妹？以后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见面了以后就是咱们两个就不是好姐妹了，别理我。那太好了，姐。跟你这种人没话说。那太好了，姐，还有这种好事，真的还不用你提呢。真的，你这样说这种话，我真的是不想说，不想多说给你，真的，还不想多说。那姐，那这不是好事吗？那双喜临门了，来，直接爱的魔力转圈圈。小时候我帮了你多少啊？啊，你之前被那几个黄毛小子骑着鬼火追的时候啊，不是我给你拦下来的吗？哎，拿头了，姐。你吗？姐拿头了。
嗯，夜魔你就好好打，狠狠的打，我跟你说，狠狠打这个屌毛。必须的姐。打一个头而已，聪聪，等会就碾压他们。等一会儿，你们还要等一会儿碾压吗？我现在就已经碾压你一个头了，懂吗？不是你赢一个人，我三分钟就已经碾压你一个头，你还需要等一会儿啊？一个头是你的极限了吗？是吧，直接一手盖伦急呀，直接转。我跟你说这一个头就是你离他最近的距离。姐说的太好了，姐你说的太对了，你记住这一个头吧，你也只能领先这一个头了。聪聪你的实力我还不知道吗？你别装了，你啥实力我不清楚吗？对呀、啊、我啥实力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害怕不？我都害怕死了。真搞笑。